就一直被追了啦。哇，僵尸也太多了吧！太哇、啊！那你后面那个人是什么？后面那个、啊，你太满了，你太满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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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梦到你上面也有朋友找你，没事的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水流，水流。水流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玩一点不同的，玩一点不同的。好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看，我看看啊。我选了，他自己玩什么？他自己玩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拿错剑士了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里面那一波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像一堆小史莱姆在里面一样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剑士、啊？哇，什么？好酷哦！红烧山呢？你那是什么什么？是 火焰弹吗？哦，就只是烧起来而已。火焰弹。啊，天上掉火球，哦，那个火球炸的还蛮多的哎、欸。哇！哇、哦，太多啦！梦娜，你垫高一点好了啦。哦。我变成城市了、哦，太扯了吧！哎呀呀呀！炸飞！哦，那其实算我们输了啦。对、欸，这很强哎、欸，这个超强哎、欸！那火球其实还不错哎、欸，它是煤炭砖跟打火石。哦，哇哦！哎、欸，孟娜擦一下，孟娜擦一下，孟娜一滴，孟娜一滴。不要！在哪里？孟在哪？在山上，在山上。抢不到啦！在这里吗？在这里吗？对！山上！哎呦，快要到了！他头上没了，再一发就可以了。盖不上去！走啊！火陨石啊！哦，下面好恐怖哦，这个僵尸。太多，那射一次直接十只左右吧。沉思吧，这是乐坛吧。对啊，但这算是我们输了。对，村民掉下去就没办法换了，这个还是一样，就是一个战术。好、哦，我还想说那时候我看我们村民感觉还蛮安全的，没想到、欸，一想到村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用 TNT 在炸村民了。对，我一直在那个要挡啊，可是挡不住啊，那个一炸掉之后马上就炸下去了，可怕可怕。好了，这个游戏好整。改天没有杜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来战斗了。我想说，我这样说，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啦。哦，你有玩到？那你搞懂规则了吗？我搞懂规则，我今天其实是个教学台，对吗？1.18.2 教学我们怎么玩。火陨石真的很猛。而且我测出你个 bug 啊！你刚是旁观者，然后你又掉到那个水里。哦，对啊，然后就啊，对啊，啊，你为什么旁观者要掉到水里？我不知道哎。旁观者飞来飞去，怎么可能会掉到下面的水里？你是要多低的视角？你是要看人家屁屁是不是？你视角怪怪的。我们都是从上看，从平面看，为什么你要从下往上看？你想看谁的屁股？我比较特殊一点的。你这太变态了，难怪出 bug 了。请问那个数字一样吗 ？IP 一样 ，IP 一样，然后是版本是 1.18.2， 还在开。我刚才原来只在炸我，原来都在炸村民。对，我的箭矢都用在村民身上。好扯，好扯！我们原本拿来换消除箭矢的那个石头，全部拿来挡。我大概有三十多只的 TNT 吧，都在扎村民。难怪。先把它弄下去，断了你们的后援。啊！哎呀，战术这个学起来超猛的。有了，四武器可以进喽。有那请让观众进来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把团结一起来观众场。人家旁观也看不了村民的，就是碰到水了。
那我们等一下应该也拉几个小队长来当我们的佣兵啊，记得我们这个都是在八点的时候会公布相关的问题，那你只要在我们的 DC 就可以回答，好吗？所以你都是八点的时候想要观众场，就是八点的时候在我们的 DC。我们 DC 报道都有在慢慢的给大家，改名就先不管，但出事就会好好看哦，所以大家要好好尊重彼此。我们今天就来个八打吧，Waiting for you， 记得进来相关规则要好好看清楚，违反就是大脚踢出，所以要好好的看。感谢小红的会员。没有，我刚刚也是测试啊，我刚刚就是最后不小心泡到水里，然后就怎么切都切不回来，对，就测出他的那个 bug 啦，但他就不应该这边还在那边切创造在偷看啊，他就是创造偷看嘛，那我们两个小帮手移到其他的地方，这样你们也不会去偷听。那你们两个可以互相配合。那就来 ，waiting for you。好像，好像少了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少什么？谁盖的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他去。怎么预设就有这个东西啊？为什么、啊？乱加。我刚进来就看到他在旁边啦。对，大家有作证。对啊，不过什么那边就有这个东西。为什么杜比？那什么？你是郭子木？哪里哪里？我看。哦，对啦，是哈哈我啦。阿力，哪里？你看杜比都承认了。承认就滚。不是我。不是我盖的啦，我刚才发呆啦。你就说哈哈是你。我想说，我回头，我想说你们在说我刚刚那一场的游戏没？啊，游戏你很棒啊。不行，那我现在可以知道盖哪里了吗？没有了。我现在就等一下，好好加油，听到没？可以去看老师的 view。嗯嗯，现在去看吗？来得及吗？好好专心。好，我们多两个小帮手，没有没有，我把他踢了，这样可以八打八。这次会那个把耳朵打开啦。把耳朵打开，你说左耳进右耳出都打得很开吗？两边都打开，直入。啊真的，我刚才发现我从头到尾游戏画面都没开耶。哈？哈？啊！你玩了一小时？不是，刚刚而已，刚刚而已。哦。因为我想说输那个 IP， 我要关起来。你就不用输 IP 的方式啊？直接先存起来，然后直接连就好了。我是直接哦，那样不会显示的，我以为那样会显示。你可以请那个你的强大的后盾来帮帮你。我是 Ctrl C Ctrl V 啦。你赶快请你强大的后盾帮帮你。哪里？还是你是那个梦想之都里面 的孤家寡人？我们负责，我都比负责不是 Minecraft 这一块啦，其实。好我负责是那个带给你们梦与希望的那种。
我是不想要被带给噩梦啦。噩梦。对哦，这样就刚好。赶快选。没了，没了，怎么可能？哎呀，他们点到把全部 拿走了。哦。啊。哎，这么喜欢吃西瓜，哎。那就来啦。喵。好哦。走起，走起。哦，我是这个。是雨月。是我。陨月国王。陨月国，陨月国。好久没当国王了，国王要做什么？忘记了。国王就是把那个杜比给驱逐出去。啊，没问题。我没有游戏体验啦。加去对面，加去对面。你是我们的间谍，快去吧！啊，真的吗？那我去喽。好好好，我真的过去喽。好，拜拜拜拜。真的真的，过去过去过去。哎、欸，还没到哎、欸，好深哦、喔。嗯。太深了，为什么？我挖你的屁屁后面，你挖下面。很深很深很深，啊、好深哦、喔。哎呦！哎呦哎呦！怎么还没到？真超久，急急一下！我赌币好多钱哦、喔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内鬼？到了到了。后面巧克力后面，我挖到了、啊。他一个人就挖那么多，你是挖别人的钱，你是不是偷钱？杜比吗？哦，抓到了。我们没有要集资吗？杜比在偷钱。才没有的，我们这边好像不需要集。我们这边我集了，我集了。杜比有十块钱，杜比换稿。哇哦，莫拉莫拉，莫拉我要垫上去，有点久。好。先换稿，先换稿，你这样才可以。好。好像可以挖空过去。哇、哦，这个下来好痛。你们可以爬上来，我们这边安全安全。哎、欸，哈基可以跟要石头啊。啊，石头吗？好，给你。你后面哦。好。耶！好开心哦。那、啊、你什么时候才要换稿，杜比？哎呦，换了。我换了啊，我换了。啊，杜比，跟我一起去中间当保镖、哦。可是我就换一个稿哎、欸，我有稿，我有稿，就我挖，然后你保镖上了。好，中间在哪里？也就是吸引地图的最中间。中间在哪里？中间在中间。为什么我觉得我是被拉来当肉盾的？啊，我就说你就是保镖，你就是肉盾啊，不然呢？难道他们打我吗？是啊，保护你。我们不是个 team 吗？够了，我有钱钱、啊，不能打队友，好不？所以那么深哦、喔，你可以打队友旁边放炸弹，这样就不是打了。然后、啊、去对面，去对面，我挖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们这队不需要你了。先把我再到山上丢掉吗？对，我觉得我们的两个小帮手可能都比杜比还要好用啊。可以把它交换出去了，交换出去，交换出去，这样好吗？好歹也是找那个什么吉祥物的一种啦。那真的不需要。我可以保佑你们获胜啊。没有你我们也可以获胜。保佑。保佑。多一个保护也是挺好的、啊。所以杜比是哪个什么什么什么庙吗？什么庙？我保佑我们。我是妈祖庙的庙公啦。有功哦，哎呦，那是骗钱的吧？那叫什么？他是练财的吗？练财、欸。你们就是添点香油钱给我。神棍杜比好扯哦。我看你的命数好像有点危险呢、欸。哦，没有你危险就好了。换一下，去换一下。阿狸。运气团变，你是钻石。我的，他逃脱了，他逃脱了。我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杜比吗？差不多，努力。哦哦，差不多。干嘛那么努力？打一下，气死。清洁。把他当杜比打。嗯。我好钱吗？85块。幸运起来，记得技能要学幸运哦，很赚的哦。哦，没有钱了不？好穷，好穷！哎呀，我也没有钱了。
怎么换个稿换这么那么贵？同一直都是一样价格。你怎么觉得我手上涨价了？涨个头！你的电灯国王，国王倒了，国王受伤了，扭到脚而已，没事。摔到。我去帮你买沙龙 pass。沙龙 pass， 哦，你看我们的小帮手直接奴隶三，杜比做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换了个稿。去保护你了。没有，刚刚他没有保护到，因为没有人攻击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不充当那个威吓的作用。哎，充当那个就是吓他们的那个部分。嘿，杜比，怎么这样过去？杜比，快跑！